客户爸爸寄来厦门给我的东西，我现在就来开箱玩一下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研究一下它。它其实就是长这样子的，没错，就是我代言的。反正它有总共是五个口味的这个沙琪玛嘛，就它每一个对应的口味有不同的乐器，钢琴啊、大提琴有鼓什么的。那你要把就有颜色的这地方，然后放到这个感应器上面。这个是紫薯牛奶味，这应该是大提琴。我来识别这个黄色的部分。哦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原味。这个是马林巴琴，反正它这总共是2个8度。谢谢大家，看看我能不能弄一个曲子出来。谢谢大家，我小星星完成了，算开箱成功了。